全国投资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飆股偷開車》，我是王明松，带你轻松赚大钱。今天呢、台股又涨了100多点啊，请问你赚到了了没？不管你过去赚钱还是赔钱，做多还是放空，我希望每一个人做股票、未来都会大赚，未来都会赚大钱的、如果你做股票，我们都知道了、做股票的目的是要让自己赚更多的钱。其真正的目的是要丰富自己的生活，让自己的家人过更好的生活，对不对？丰富自己的人生嘛。可是如果你做股票，每天油头盖面，看没丢级，高兴不起来，请问你告诉我，那做股票就没有意义了，对不对？来，我希望每一个人，每一个投资人，不管你是不是我的会员，你只要在做股票，做任何的投资，我希望你都可以开心的赚。那在股票市场开心的要怎么样开心的赚呢？很简单，买到飆股。你不只要买到飆股，你还要赚到最高点，整个波段都赚完了，卖在最高，你才真的高兴的出来，对不对？因为你把钱放到口袋，那才是最实际的东西。我的100万变成200万，我的1000万变成2000万，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，有没有道理？好，我们都知道这两天台股大涨了啊。那当然了，你会说老师，这起拢起金融，拢起大型股、全指股。那我要告诉你，它只证明了一件事情。我们先不管它涨的是什么，它证明的是台股它走的是大多头格局。如果第一季你有看我节目，而且有仔细观察的话，我每天讲哦，我说第二季会怎么样，会喷出，你都知道哦，你不要说你不知道哦。我这个在3个月前每天都在讲喽，那你相信你现在看到指数大涨了，对不对？重点来了，今天涨115点。我只告诉你，大多的行情没有改变，全新的区间会有全新的布局，你不用担心金融股涨了、全指股涨了都没涨到你的股票，后面就会涨到你的股票哈。来，这两天涨是因为台富通跟双千金飙涨，台股翻多。那我要告诉你的是，为什么我不讲这个？很简单，我不认为它叫做利多啊。我甚至很担心，因为这个指数垫高之后，各位更不敢买股票。但是你不用担心哈，不要忽多忽空，不要赌行情，不要猜行情，因为猜行情一定是十赌九输啊。你如果可以掌握行情，你可以赚到手抽筋啊，你每天都会很开心。有没有证据？我证明给你看。4月20号，国际股市全面暴跌，众人解读它叫做利空，很多人告诉你台股在走头肩顶，准备要崩盘了。我怎么告诉你的？这样够不够清楚？这是超级大利多哦，当天台股也是跌的，没有错。那既然我告诉你这是超级大利多，照理说隔天应该涨啊，它一样没有涨哦，当天跌，隔天还是跌，请问你怕吗？你会害怕？也就是说啊，我们是底部大买了一大堆哈，有没有？前面也在买，在前面也是在买。我怎么告诉各位的？我多早以前就告诉你哈，越接近9500越好，闭上眼睛买股票。不用在意指数的涨跌，那实在是太无聊了。相信你都赚到了。那当然了，我们都知道这一波拉的是金融跟全指股，把指数垫高之后，它仍然会是一个区间盘。区间盘出现才是全新的开始，真正会飙的股票不会只有涨这样子而已哦。全新的区间会有全新的布局，请你不要忽多忽空。请问你告诉我，盘在整理的时候，我没有让你大赚，你自己很清楚哈。所以说我今天怎么告诉各位的，我不多说了哈。我们已经锁定了下一档准备要飙涨的股票，就在等你而已，好不好？一样的啊，就算台股在整理，我们都可以让你大赚，让你赚到做梦都会笑。请问台股没有涨的时候，我们带你从红灰到利端来回操作5趟，全部大赚，
有任何一趟赔到半毛钱，请你来找我，2000万新台币送给各位，好不好？五趟全胜，因为你的资金只有一趟，所以你要来回操作，卖掉之后不用再去买回来了，把资金去买进下一档股票。所以把好利端卖掉之后，五趟全胜，全数获利落袋之后，来回操作好几趟了，都赚钱出场了。4月9号去买利的，刚发动，好，狂飙，早盘买哦，拉到快涨停板哦，隔天再飙，台股暴跌也继续飙，有没有？创新高，卖股票。好，我再强调一遍，我们卖股票绝对不是台股大跌了我才告诉你啊，我们股票卖掉了，绝对不是哦。事先预告，当股要涨到高点的时候，当它还在大涨的时候，我会跟你事先预告，请你卖股票，有没有道理？有啊。4月14号全数获利放口袋，因为你的资金只有一套，所以呢，4月14号利得卖掉之后大赚出场之后，4月15号我请你买利凯。请问你有没有大赚？如果你还没赚到的，我再强调一遍哈，跟我做就对了。不管你是什么会员，只要你是会员，都有权利大赚。这样够不够清楚？够不够明白？来，我们是4月15号才带你买吗？当然不是啊，我们从4月7号就开始在买股票了，利凯对不对？利凯此处买进，它叫做起飘点。来，4月7号买完大涨，几乎涨停板。4月8号礼拜三台股大跌，继续狂飙，照样大赚。有没有？利用整理的时候，请你再加码利凯。4月10号没有人要，你不买我买。4月15号正式开标，休息一天。17号礼拜五攻涨停，放完假回来又涨停，请问你大赚了吗？你开心吗？在股票市场做股票要很开心，那你一定要买到标股。你不只要买到标股，你还要知道哪里是高点，对不对？当利凯狂飙了4根涨停板，大获全胜，我们绝对不会等到它跌下来才跟你讲我卖掉。涨停板，我请你卖股票，当天公开预告，够清楚了啊！4月1号、4月20号，科讯本你看，527利凯强攻涨停板，喷出4只，可以先获利落袋。我们是在涨停板的时候叫你卖股票，当天飙到44.2块。什么叫做有实力？不是每天靠运气，真正有实力的人是每天啊。我再强调一遍哈，如果你连操作都不敢摊在阳光底下，让所有人检视，谁知道你会大赚？谁知道你讲的是真的还是假的？难道你有难言之隐，对不对？所以说呢，检视分析师会员是否大赚，唯一的标准只有一个，你敢不敢把你的操作摊在阳光底下，让所有的人检视，是不是如此？我希望投资朋友都可以用同样的标准去检视全市场所有的人，所有的分析师。所以说，我要再强调一遍，任何股票都一样哈，它在发动之前一定有原因，一定有理由。如果你可以领先市场，早一步知道它飙涨的原因，请问你敢不敢买？还是每天跟你玩看图说故事、纸上画画的游戏？当然不是嘛。所以说，你就可以买在起标点，也就是说啊，我们所有的操作一定有依据，你可以安心的买，开心的赚。所有的进出动作一定有证据，才是获利最大的保证。把操作摊在阳光底下，让各位检视，让各位看到我们是如何带会员大赚的，够清楚哈。4月10号礼拜一涨停板，我们涨停板在卖股票，请问谁赚最多？我们从35块窜到44块，买的比别人低，卖的比别人高。那你说这么标的股票为什么要卖？
很简单，因为赚钱才是王道，能够放进口袋才是真的，有没有道理？各位，你的资金只有一套，卖掉之后等它下来带你再买。当我们4月20号涨停板卖掉之后，利凯4月21号大跌，当然会有人跟你讲啊，赶快卖股票。事后卖股票都是卖在低点。好啦，4月20号涨停板卖股票，4月21号大跌，4月22号我请你把它接回来，而且用低阶的，而且买到，而且现买现赚。好、哦，有哈、哦，一大早9:14哦，很清楚哈、哦。这4月20号礼拜三哈、哦，我们发完call讯之后，过了4分钟，买不买得到？一定买得到了啊、哦！过了5分钟、欸，让你看到三字头了，一定买得到，一定买得到。6分钟、7分钟、8分钟，相信你都买到了，是不是又买在最低点？不好意思，又买在最低点了。买完，它、又狂飙了，差一点7%，没有7%没关系，隔天再狂拉，超过7%，好，先把它卖掉。来，昨天买回加码单，几乎买在最低点，又赚了一只涨停板获利落袋。已经赚了5根涨停板，大获全胜，5只全赚，从35块到44块，不含加码单，大赚5根涨停板。我从来没有再跟你算加码单的啦、哦，五只涨停全部让你赚到，你赚了吗？你不只要赚，你还要赚的比别人多，而且要买在起标点，对不对？来，为什么它一标我就不赘述了哈。9证10只涨停全部赚到，大获全胜。3方9只涨停全部赚到手。油田7只涨停全部赚到手。重点是什么？昨天我请你把9证利凯卖掉大赚出场，油田卖掉大赚出场。那今天你一定要告诉我，老师你这根本是多余的啊，因为今天油田涨停板啦、啊。为什么昨天要卖？我们大波段操作不希望你报一大堆股票，我们希望你来回操作。至于波段，我们已经赚翻了，7只涨停都让你赚到，对不对？重点是昨天卖利凯，昨天卖油田，今天我只买一档回来，那一档股票叫做油田，而且我们一大早做一个动作，9:06，注意看哦，时间再放大，还有行车不？9:06我就call油田了哦。那你一定要老师啊，你剩下就准备冲啥擦、啊、来，大家也告诉你发生什么事哈。油田你会做吗？我们一大早就挂单了，一大早杀下来，后面拉到快涨停板9%，9%呢，高趴呢。那重点是什么？来，我待会跟你讲哈，我们怎么赚的哈。讲到油田，我们就要告诉你哈，我们怎么做的哈。我再强调一遍哦，所有的操作都一样，一定是摊在阳光底下让所有人检视，这是唯一检视获利唯一的标准哈。任何股票都一样，如果一档股票它要喷出了，你却不知道它要飙，你敢买吗？你会买吗？你要买吗？你要买，也要知道它为什么会飙。你要没有任何疑虑，所以说当一档股票要发动之前，你要先知道，你要买在起标点嘛，对不对？只有谁会让你知道？不是我们会员都知道、哦、是你也知道咯。油田为什么会飙？不用再赘述了哈，不用赘述了哈，都知道哈。买哪里？买在哪里？买在哪里？3月17号礼拜二哈，油田是大跌的哦，当天跌哪里？跌到28.5块。那你一定有一个疑虑，杨老师啊，啊，人介绍的拢是涨停板，人讲的拢是标股，你真的有买到吗？为什么我们推荐的股票是在大跌的股票？3月17号礼拜二，油田大跌，没人要，我大买特买。3月17号，油田利用拉回盘下买进多单，2年大底起标点，我在这里买。我再加码，
我继续买。我们买油田买了一个礼拜，我们买油田通通买在20几块，飙到40几块，你也知道哈，差一点飙一倍哦。如果28块半飙到60块，那就是一倍了，对不对？很可惜啊哈，啊，不是飙到60块，飙到50块就快一倍了。可是这一次是飙到46块哈，来，最后一次买进，后面我就不赘述了。我们买哪里？重点是我们买在哪里嘛？来，我们都买哪里？我们都买哪里？当油田买到之后，飙了7根涨停板，我怎么告诉你的？我怎么告诉你的？我怎么跟你讲的？该休息了，这样够不够清楚？我叫你怎么做？我叫你把加码单全部都卖掉，不管你是不是我的会员。你如果是看我节目的，我请你做一件事情，请你把加码单全部卖掉，因为他要休息了，因为他会修正，因为他会从46块跌到哪里？我已经预告了。当我来，是全部都买在这里，是全部都买20几块，是赚到会翻掉。来，你知道哈，你都知道哈。油田飙哪里？这一波飙哪里？从28块半这里一路买了一大堆，买了一整个礼拜，狂飙了7根涨停板，来到4月9号的46块，该休息了。我有预告哦，我有带你卖股票哦。当天我怎么跟你预告的？我怎么告诉你的？4月9号，很清楚哈。油田飙到今天算是初步满足点，也我们也顺利获利出清所有的加码单了。接下来我们要等到来到38到38.8，买回，把。再把加码单全部分批把它买回来，这样你够不够清楚？很清楚哈。如果你不知道了，不好意思，上礼拜我一个字一个字念给你听，你还是不知道的，我也没办法了。最高点46块，从28块赚到46块，在46块的时候，我告诉你它会跌到38块，你相信吗？那五颗零，你的反应是什么？46块的油田怎么可能跌到38块？你跟我讲话，不可能相信。4月9号预告，4月21号油田跌到38块，最低来到37.7，啊，那也太蠢了吧？请问你告诉我，如果你想赚油钱，如果你想赚最多，你要跟谁做？你要跟谁做？这样够清楚哈。好，来，再来。所以我们在4月21号的时候，告诉你油田果然跌到38块，请你买回多单。好，4月22号，4月20要买，4月20号狂飙。那我跟你讲过，41块是压力，所以说呢，他隔天如果再没来，你要先跑一趟。所以说当天、隔天我怎么带你卖？又带你卖掉，一来一回有过一支涨停板了。哦，所以说短线波段加码单没有一次失误，全部大赚。那重点来了哦。我今天不是跟你讲一大早我们在买油田吗？挂单买油田吗？好，我让你看哈，你会做吗？来，扣讯在哪里？来，这是几点几分？好，这是油田。好，这是价位。有没有来？有没有来？很可惜哈，差一毛，我也没办法。老师好可惜，真的好可惜哦。我不认为很可惜。因为每天都是新的开始，为什么我们做股票会很开心很高兴？因为每天都有机会。老师，你不要再算那么准了，谁最准？很清楚了哈，让你少算9%了，太可惜了。我真的不觉得很可惜啦哈，因为短线单、波段单、加码单、价差单全部大赚。如果有人告诉你他要带你做油田，请你告诉他，全市场最会做油田的人是黄老师。这样够不够清楚？油田7只涨停，含价差单、加码单全部大赚；九正10只涨停，大获全胜；三方9只涨停，全部赚到；利凯5只涨停，全部赚到。如果你还没赚的，下一波请你跟上，给你最大的帮助。飙股俱乐部带你买全新的标的。如果你想大赚，待会广告的时候把电话通进广告。上盒让电视有无限可能。现在申请还有数位机上盒免费优惠哦。数位超 easy， 生活更 happy。
为你提供第一手的讯息，掌握最完整的研究报告，锁定市场最强的主流股，让您买得安心，报得放心，赚得更开心。特快车热线02-8101-0600，02-8101-0600。您准备好了吗？为了您的荷包，为了厘清复杂难懂的趋势，心态一定要改变，改变才有机会，改变操作迷思，投资才会赚钱，让您稳健获利，这是我们的承诺；让您安心操作，这是我们的保证。马上接通电话，改变你投资的命运，02-8101-0600。精准提供第一手的讯息，掌握最完整的研究报告，锁定市场最强的主流股，让您买得安心，报得放心，赚得更开心。特快车热线02-8101-0600，02-8101-0600。哇哇哇！到大都会国际家具馆就是这么方便，全国最大家具馆，很大很好逛，精品家具一次都能买齐。大都会国际家具馆春季三重送，现正实施中。碧潭山水在门外天天上映，新店捷运在身边来回穿梭，澳洲 PTW 国际团队将游艇变建筑，碧潭水岸捷运景观宅，双水湾，02-1913-1333。欢迎大家回到现场，想清楚，只有谁可以帮你赚大钱一样哈。我希望各位都能够开心的赚，掌握转折，有买有卖，没有压力呀、啊，对不对？那怎么样才能开心的赚？你没有买到标股，你会开心吗？如果标股你赚很多，你没有卖在高点，你笑得出来吗？有没有道理？所以说来强调一遍哈，任何操作都一样，我会带你买在起标点。我怎么带你买在起标点？我让你领先全市场，知道股票飙涨的原因。当你领先市场，你就敢买。所以说，给你三大保证。哦，啊，你都会要背啊，我就不赘述了。也就是说，我们所有的操作都有依据，你可以安心的买，开心的赚。所有的进跟出一定有证据，这才是获利最大的保障。这也是唯一检视会员赚钱跟赔钱唯一的标准。有没有道理？当然了、啊，大家一定会觉得这很可惜啦哈。我再强调一遍哈，我所有的操作，你看到的就是我们做的，有赚就是有赚，没有赚就是没有赚，没有什么好可惜不可惜的。我不会因为没有买到股票涨停板呢，我就告诉你我有买，这样够不够清楚？很清楚了哈，很清楚了哈。啊，老师9%好可惜哦。没有什么好可惜的，因为每天都有机会啦。所以说我还强调一遍齁，检视操作唯一的标准就是你敢不敢把操作摊在阳光底下，让所有的人检视，不止会员，包含观众朋友。好，这样够不够清楚？任何股票都一样齁，所以油田全市场赚最多，相信你都很清楚。走正十根涨停板全部赚到，三方9只涨停全部赚到，包含利凯。哦，这没时间讲哈，我没办法每一档都讲的交代的这么清楚了哈。我们讲一下三方好不好？如果一档股票要飙，你不知道为什么会飙，你敢买吗？三方为什么它会飙？很清楚哦，你应该要很清楚哦，不是我们会员要很清楚哦，你未来也要很清楚。我带你买，好了，连续飙涨4天，总共飙了3根涨停板，我请你把它卖掉，卖掉之后它再整理，整理完我带你买，买进。买进之后，它又连续飙涨，连续飙涨，连续飙涨，我再把它卖掉。卖掉之后，5根涨停板了，对不对？整理完，我不是欧北威哦，我都画给你看了哦。如果你还不知道，还没赚，我也没办法了哦。然后带你买回来，有没有？然后后面又飙涨，又飙涨，再加嘛，又飙涨，第6根涨停，第7根涨停，又把它卖掉了，7根涨停全部都赚到了。7根涨停板赚到之后呢，拉回来。
隔天创新高，你一定卖得掉。连续两根大跌之后，我在42块买进，我在43块买进。好，来，飙到这一次，总共7根涨停板，总共7根涨停板全部让你赚到，3方7只涨停全部赚到，油田7根涨停全部赚到，九正10根涨停全部赚到，利凯5根涨停全部赚到，还没赚的跟上脚步，给你最大帮助，买进最漂亮股票，不要大赚，来想跟上明生老师，让明生 money 赚大钱，祝你超顺利，明天见。本公司以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，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，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机上盒让电视有无限可能，现在申请还有数位机上盒免费优惠哦，数位超 easy， 生活更 happy。 精准提供第一手的讯息，掌握最完整的研究报告，锁定市场最强的主流股，让您买的安心，报的放心，赚的更开心。特快车热线02-8101-0600，02-8101-0600。您准备好了吗？为了您的荷包，为了厘清复杂难懂的趋势，心态一定要改变，改变才有机会，改变操作迷思，投资才会赚钱，让您稳健获利，这是我们的承诺，让您安心操作，这是我们的保证。马上接通电话，改变你投资的命运，02-8101-0600。精准提供第一手的讯息，掌握最完整的研究报告，锁定市场最强的主流股，让您买的安心，报的放心，赚的更开心。特快车热线02-8101-0600，02-8101-0600。台北东区门户，南港四铁正核心，5分钟，百货、影城、捷运、高铁，万平校园正对面，双美馆，27886888，新复发。响应全民节电行动，哇，夏日清山，清凉就像汽水，清凉就像微风。简单穿着，冷气调高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暑气伤。